废话不多说，咱先分析牌局。魏家除了一对 Q 就是剩下一个炸弹了，如果你先出一对勾，他就会对 Q 管上，但仔细一看，你已经中了他的圈套。一对 K 炸弹 Round 2。好，既然对勾不能出，那咱就出对 K 试试看，然后他就会拆了炸二来压你，此时你只能用王炸压制，但仔细一看，那你其实并没什么卵用。不过一对勾一对圈不要，一对二 Round 3。既然两个对子都不能出，那就单走一张尖，他还是会拆掉炸弹来压你，当然你也可以回应他一个小王，他就会假装要不起，看似自己占了上风，但其实你已经掉进他的圈套了。一对 K 一对二过，一对圈要不起，一张二 Round 4。聪明的观众老爷们，你知道如何才能破解吗？